我拿掉，拿掉，先拿，拿掉。然后摆给我这个、啊，直接拿掉。喜欢三妈跟你们兄弟啊，我这个会做大啦，这个会做大，所以你来报这个咧，温泉就唔对啊。完全，咱独立门听来讲，唔知影有这件代志，是接到香调哦，因本身退过来时阵，因嘛拢无讲清楚啊。吉祥神教来到庙前广场，居然还出现彩球红绫以及整束的玫瑰鲜花，结果正要进入就遭到阻挡。我拿掉，拿掉，先拿，拿掉。摆给我这个，直接拿掉。原来神教里头居然有两尊主神，一尊是关公关圣帝君，一尊是妈祖天上圣母，但两尊神像张灯结彩，像极了要办喜事，立刻遭庙方人员要求拆除。唔喜欢三妈看你们的兄弟啊，我好欢喜欢大这个会做大啦，这个会做大，所以你来报这个温泉就唔对啊。进香却惊出火气，都是这张海报。原来台南一间供奉关公的私人神坛，日前在脸书公告，将要前往天后宫帮关圣帝君以及天上圣母举行合婚大典。由于海报上有“大大合婚大喜”四个字，甚至还帮妈祖冠了夫姓，让信徒瞬间炸锅。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刷流量，一定就是比较大尾的，就是被蹭被吃豆腐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完全咱独立门听来讲，唔知影有这件代志，是接到香调哦，因本身退过来的时阵，因嘛拢无讲清楚啊，足大的困扰，所以他们注意总干事交公关的吼，阮是严重的声明。虽然经过沟通，大家把活动定调成单纯的进香行程，但到底情况如何？你们来支持啦吼，所以吼，我是无这个想法啊，扛起礼物当来走动啦吼，无到这啊都清楚，大家误会啦吼。而且合婚哦是阮单来吼，不分单来吼，家己的这个合婚啦吼，今仔日吼六月九号是来这的这参香。对方总干事强调，关圣帝君娶的妈祖不是天后宫的妈祖，还在脸书回应神明想做的事，不需要酸民键盘手来干涉。结果惹怒大批网友留言抗议，最后神坛赶紧关闭脸书来平息纷争，也让这场神明娶亲事后仍余波荡漾。